哎，你们看，我发现有几部电影最近还蛮好看的，哎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我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问题吗？不是你的问题啦，就昨天啊，我跟我男朋友说我想去看《陪你很久很久》，可是，哎，我觉得那部很适合情侣去看哎，你干嘛？他拒绝我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是他不喜欢看爱情片吗？不然你们就找你们两个都有兴趣的电影一起去看就好啦。他已经约人去看了。是跟他那群兄弟吗？如果是这样还好，他是跟前女友去看呢。什么前女友？前女友？是我听错还是你听错啊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怎么可能是前女友？我也希望我听错啊，可是他一直说是普通朋友。他说我干嘛那么小心眼，不给他自由的空间？什么鬼话，就给他扯就好啦。对啊，前女友哪叫普通朋友啊？鬼扯。他觉得啊，我不够信任他，让他压力很大。我看是你男朋友心怀不轨吧，还是那个女的想挽回？这根本就是太夸张吧。嗯，但是我觉得信任的前提必须是他做的事情能够让人信任。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异性朋友啊，可是我们根本不会单独跟异性朋友出去，更何况是看电影这种事情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同意，而且最基本避嫌是你们两个基本的保护，难道他都做不到吗？对啊，不然如果叫他带你一起去呢？我问过了，他说如果我一起去的话，会给对方不好的脸色，啊，会让他很尴尬。怎么会？如果他自己心里觉得尴尬的话，那就是他自己有鬼。我也想过，可能是我担心太多了吧。而且，可是我早想到他们要一起去看电影，我就很崩溃啊。而且，就算不是前女友，跟女生单独出去，我觉得我也不行哎。真的，我也不行。我光想到在电影院里面黑漆麻乌的，他们两个要在里面干嘛？谁晓得啊？对啊，对啊。